Open your heart. No. Open the door. FBI. Door. Cut the news. 哎呦！啊，我懂。H 的。H 的啊，对啊，没错啊。这个H的呢？啊？最 H 的哦，哦，最 H 的那可能用 Ben 的哦。作词作词，我是说，闭嘴。你想说什么？没有，没事。我们今天王国之战，是不是该下点雨了？下雨。Rain on me， 因为小雨不再变大雨吗？对，是这样吗？下大雨，然后呢，国王都可以拥有落雷三叉戟。还有，马上就做给大家来二零零变出来，落雷还会回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咻！一二三，二零。二零，哦，还会回来哦 ，OK，还要会回来就没了吗？就没了。我知道，二零都靠剪接的啦，哦，对，那个没有那么及时，没有那么及时，没那么及时，现没关系，但之后影片二零你要出多少，我可以帮。二零是不是都靠剪接？没有，能力有限，能力有限，能力有限，没有你能力这么强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要靠 say 好？say 没有没有，先跟你说好有没有？角交计划书不用这种东西。哎呦，三二一，变出来！变！哎呦，你只是在雷你吧？我打错人，我打错人，怎么打到自己了？打错人，很痛很痛！我在打那个人，他在打二零零。二零，你干嘛被电到？对，我要远离，我要远离二零零。你根本就只是自己想被电而已吧？想要感受酥麻酥麻的感觉。哎呦，哎呦，都被发现。我把声音关掉。哦呦，忠诚三，他不会回来。加上幻雷，会啊，他等一下，你第一天玩麦快啊？你不要太急啊！下去啊！哇！丢到对啊对啊，不会回来，不会回来就没了，丢到虚空就没了。我都掉虚空里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开场我们就让天气会下雨，然后有这一把，但是就只有国王可以使用，其他人就收到箱子里，或是角交给国王，有让国王可以很多把也可以。好，哎呦，这样感觉很酷哦。那既然要下雨，就应该要来个自由之海嘛。哇，好久没有自由之海了。不会下雨，不能调。不会下雨了？不会下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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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下雨？不能，好大的雨！强制让它落雷雨哦。可以啊，可是。比如说杀人哦，不是，看错了。会很吵吗？还是这样？我们可以关天气啊。我们可以关天气。对哈。但是你上面是不是有屏障啊之类的？没有吧？那不然这么黑，怎么没有下雨？哎。有啊，我也是很好奇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试试看可不可以。如果不行，就改别的 Plan B。反正只要给二零三秒钟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对啊，二零二零超棒！三二一，那我们就来随机分队喽，分开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有问题马上救救我，好，红色下了，爸爸，不要动，爸爸，下了下了。打雷时间啊！如果想要观众场的大爷，可以准备加加。好，记得关键是1.14.4。不要开太新哦，因为王国之战一直没有更新哦。哎呀，L 在暗示哦，你要出个二了吧？还有说啊，在2030。2030，好。2030年都好一点。
那就来喽。好，各就各位，谁是国王，谁是间谍呢？走起！杰克，不是我。杰克，巧克力，我啦，好啦，我啦，对不起啦。你为什么要当间谍？怎么都是你先投我，不会，我会雷死你。来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嗨，他没有雷。怎么有两个？血量。嗨，下雨的关系吗？哦，我还没放副手。有。雨呢？雨呢？没有雨。嗨。是不是没有雷？好像。来，谁要先累积十块？好，问呐、啊。二零就是光，会雷吗？那你挖，那你挖，你挖，你挖，这里，你到底要不要挖？到底要你？现在在拖我们时间哦，你这个臭间谍！你快点！我就间谍啊，是我不挖。问他、哦，国王在忙啊，国王挖，国王挖，好、啊哦，国王来，国王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平常哪有那么客气的？你都挖了一个，还在客气些什么？你少来。哎、欸，我对你最好了，你看我都帮你准备好。我就你好个屁啊！你每次都让人家吐血。我听起来就可以给我一点垫脚石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垫脚石，谢谢。哪又邀功了？想什么呢？你走开。那挖了挖了挖了，国王满了就可以挖了，挖起来挖起来。死啦！早就已经满啦。九十秒，你后面屁屁很香。没关系，你挖。我看看，好像真的没有哎、欸。你的声音没有雷。九十秒声音真的蛮小的、欸。真的吗？没有。那我们可以帮忙调整。换高换高，杰克你快点铲铁啦！哇塞，你开始命令人了，我的天啊，露米，他大牌了啊！你才知道他大牌了，他都这样子。我今天当间谍啊，好好做事一下。赶快上面铺路哦，露米啊，不是说最对人很好，好在哪里？路都没有。是是是。康中大道呢？光大，你要从哪下来？哦，你自己铺好了，还要叫我铺？地上面？问号？哇！谁跟你下面？上面的路，回我的船，回我的中间。你第一天玩啊？哈！哦，我今天第一，大家好，我今天第一天玩。反正你觉得要不要票他？票啊票啊，看你啊！我是你，我就票了。不要票，票死他！欸、这样很亏哎、欸，没有间谍吧？对他不好，又说我对他为什么那么不好啊？他就很奇怪啊！我没有啊，有间谍吗？没有啊，有吧？有啊、你让我看，他是在故意在骗、嗯。他是在演戏啊？对啊。哇，滚轮滚不到，应该有吧？我记得是开的、啊，预设是开的、啊，我开啊，我还点两下。我们的间谍那么明显，应该是有开吧？对啊，我做间谍票啊！可恶，他用言语干扰我，那个二零过靠很近。嗯，兔子喵是你。哎呦呦，哎、欸，真的会打嘞，真的会打嘞！不是我打喷嚏啊！现在就已经那个了。哎、欸，这会雷死人，中间雷死了，真的雷死了。二零拿到了，完了。哇！他外挂之力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怎么？因为雷直接劈死。完了，这应该被送走了。下面还可以再挖，没办法，现在打不着他。对，完了。挖吗？我还在那个思考。有人可以挖吗？不行，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去弄。哇，玩这一招。咦？你是坏人？我也想说，哎、欸，真的可以雷哎、欸，然后就他就接二连三雷我，哎、欸，好可怕哦，三叉戟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啊！哎、欸，我啊，我们刚有力量效果，应该冲过去了。嗯，对，还有100在底下，你们有可以挖吗？有在挖，在挖了。好，我可以努力。但是有蓝队的要过去了。对，因为他也知道，哎、欸。可恶！他们居然用言语干扰我，算了。所以不一定要淋到雨哦。对他好像就打到人就有了，他打过去不会有雷，打到人才有。
我要去对面叫蛙。杰克，你先那个啊，努力，我们才一节。哦，好，那我去对面叫声。好。好。我要当间谍喽，各位。好。走，杰克，我们一起去对面。我也去对面，我要去雷他们。嗨，国王。弟弟也可以。我不知道，我想说试试看。有雷吗？然后家有一个人，我看可以雷他。你们试试看。对耶，前期你们就可以杀人了哎。哦，那是、没有啊，你不能试，只有我可以，我是国王。我枪啊！我两次三叉戟。不要射头盔啊！为什么？我有两次三叉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重点是你不能用 Lumi， 只有国王可以用。可以前。哎、我在打哈欠，我在打哈欠，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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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让他们知道我的愤怒。哎、对，因为钱在我这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刚刚升一阶了。不是前期国王可以杀人呢、欸？对啊，哎、前期国王超强哎、欸。对啊，快！哎，他要接近你，小心。没，他打不了我、啊，因为前十分钟。他逃跑，他跑了。我杀个 biu biu 就好，我杀个 biu biu 就好。biu biu 必须死。不行啊，阿纪，阿纪你不要啊，阿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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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抖 N 啦，我总也扣血了，嗯，这个嘛，不是，我没有知道他来了，你在哪？完了，我在吃，我在吃，你是不是间谍啊？没有，你看谁间谍？我有金苹果，我有金苹果。谁吸到？谁吸到？我吸到，我吸到了。哎，资源，资源，资源！你快走，你快走。重点是要上去。啊，没有事。啊，不，你从这边走去，从这里，这里，小哥，通道。好，耶！啊，我赌后面，我赌后面。OK。反正现在打不了，我赌他们，好，还好我金苹果多。那个通道也太下面了。欸、这通道没有通到底耶，那个土司庙 <No. S 1> 土司庙看到我 ID 了没？帮我有挖过来挖过来。哇，好家在我有两根呐、啊！有这里是啊，嗯，有哇，太可怕，还不是哈记吼，我原本想说。杀完 BOBO 就要走了，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贴着我。没有，是他就先推贴着我，然后我想说好啊，打一下他，然后打一打，哎，我怎么扣血了？我想说为什么？二零从下面，哦，来喽，复活喽 ，OK， 好，努力我来，努力我都来，啊，哎呦，不亏了，不亏了，赚，这个。剧情又来，有够瞎吧？哇，这样我不用升武器啦，我就拿三叉戟就好了。嗯，三叉戟本身伤害就够高了，超强的。嗯，那只是攻速慢了一丁点啊。嗯，你现在双方各一次国王，平手，可以，而且我很多钱，赚。瞬移，咆哮，无敌，有技能我都买好了，好，不怕，我现在觉得卢米真的最可疑。哎、欸，我是清白的，土司庙才奇怪，他都不讲话、啊。哇，他刚刚直接来。帮我挖过来！平常的 Lumi 不会甩锅甩成这样，你这样甩到人家身上，我真的觉得很傻眼。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是眼睁睁的看着你跑过来，在上面用视力保护你。我觉得他已经自爆他自己是间谍了。我认识的不要水炮哦。我觉得他已经自爆了。没有啦，这种不是。眼睁睁看着你还好意思讲啊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？你说。你又把我的金挖掉了，要还苹果。对啊，我不要还你。他挖的很好啊。是你刚好。中间下面你们可以准备挖，上面有资源，我刚好资源国王哦。我有资源国王。你用肉眼而已，你少来，你闭嘴。那个我们家水下玻璃屋有没有要去？
我们都快忘了都可以炸了。我们完全没有猜，他们其实已经弄好了，我们都还没。好。我都是在暗示我们家间谍，谁谁谁别乱宰哦。有有有，我去。杰克，你赶快去补。炸掉。他去炸。我去帮你把它炸掉。等下，二零在地底啦！二零在地底啦！他想挖地底的钱啦，没关系，地表我挖。好。哎、欸，你射我补，你射。二零在地底哦，二零在地底哦。你可以看，可以把它引到中间下面。是你吗？对对对，水下玻璃屋。等下我没装备，哎、欸、路，哎、欸、跑跑跑。卢米，你要把玻璃拆掉，你在干嘛？没有。